据香港媒体报道，怀有第四度的千亿新娘徐子淇9月27日凌晨在社交网站上晒照并附文 Ready to pop， 似乎想透露自己入院待产的消息。之后徐子淇再晒照称，宝宝在肚里面长大是一个奇迹，母爱是伟大的，其他的爱无法比拟。此微博发出后，网友纷纷留言道，看来是快生了，祝福啊，希望宝宝和妈妈都健康。已经育有两女一子的千亿儿媳徐子淇，现在已经怀有接近九个月身孕，就马上要生第四个了。身为千亿儿媳的徐子淇，闲时最中意陪在儿女身边，带他们到处走。近日，徐子淇就上载了一张同大女儿玩母女装的照片，照片中只见他们母女真是好似孪生公仔，就连头饰都一模一样。已经有接近九个月身孕的她依然好身材，望着镜头甜美好青春似个公主。徐子淇还留言说，女儿坚持要同自己着这条裙，双生公仔，女儿坚持要我穿着这条裙去搭配这个头饰。不少网友看到此照片后都大赞好温馨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怀有第四度的千亿新娘徐子淇9月27日凌晨在社交网站上晒照并附文 Ready to pop， 似乎想透露自己入院待产的消息。之后徐子淇再晒照称，宝宝在肚里面长大是一个奇迹，母爱是伟大的，其他的爱无法比拟。此微博发出后，网友纷纷留言道，看来是快生了，祝福啊，希望宝宝和妈妈都健康。已经育有两女一子的千亿儿媳徐子淇，现在已经怀有接近九个月身孕，就马上要生第四个了。身为千亿儿媳的徐子淇，闲时最中意陪在儿女身边，带他们到处走。近日，徐子淇就上载了一张同大女儿玩母女装的照片，照片中只见他们母女真是好似孪生公仔，就连头饰都一模一样。已经有接近九个月身孕的她依然好身材，望着镜头甜美好青春似个公主。徐子淇还留言说，女儿坚持要同自己着这条裙，双生公仔，女儿坚持要我穿着这条裙去搭配这个头饰。不少网友看到此照片后都大赞好温馨。